有超高订阅数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没想到前阵子因为上传一支影片，讨论日本五家地雷连锁店在影片中许多失礼的行为，惨遭网友严上，认为他身为公众人物却损害日本文化，在网络上饱受批评。事后他也紧急将影片下架，并带着团队和大家道歉。今日他也重新出发，再度上架日本旅游系列影片。对此，就有网友在底下上好奇提问：为什么蔡阿嘎事件结束得如此快速，人气丝毫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？底下就有网友认为，只是讨论热潮过了，而且 Me Too 事件连环爆，瞬间大家就被转移注意力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you